好，再来又看到有民众在桃园竹围渔港海岸边看到了蓝眼泪的踪影，阵阵海浪夹带着荧光蓝的光点，非常的梦幻。影片呢被抛上网之后引发讨论，附近渔民就说了，过去有在岸边从来没有看过蓝眼泪，而学者就解释，有可能是蓝眼泪配子跟着水流来到了渔港外头，而且碰上环境合适的时机点，让蓝眼泪意外现踪。阵阵海浪拍打上岸，虽然天色暗，但这闪烁的蓝色光点清晰可见，格外浪漫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这蓝眼泪现踪的地点不是马祖，而是桃园竹围渔港。咱竹围阿姐唔捌看过嘛？哈，我唔捌看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应该是靠岸边这边。很讶异，在竹围这边可以看到蓝眼泪吗？对啊，看了影片，渔民钓客难以置信。不过蓝眼泪确实出现在桃园岸边，时间是20号晚间，虽然只有蓝色光点，不如马祖一样壮观，不过还是相当惊艳。只是桃园海域怎么会突然出现蓝眼泪？学者解释，可能是配子随着大陆沿岸流飘到这所形成的，可能是由大陆沿岸水带过来一些配子，在一个封闭水域里头所造成的结果。那环境适合的时候，可能温度，可能它的营养盐，可能它的这个食物适合的时候呢，它就会产生。环境温度合适，蓝眼泪意外在桃园海岸现踪，民众碰巧一睹惊奇美景，实在可遇不可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